我是乐乐，我很喜欢戴口罩和眼镜。我是张汉谦，我认为时间是一个循环的概念，希望大家会感受到时间的流逝和时间的开始。我是 Agnes，无论戴着普通口罩定系 N95，我哋都会照顾好每一位病人。我叫 Eddie， 依个疫情我觉得都其实几辛苦嘅，但系有一样嘢我就发现，其实个人都几 tough 嘅，我哋都可以几 resilient， 同埋其实我哋唔系好需要好多嘢。最重要有自己家庭，個個都健康開心，咁就夠了。我是 Chris 許迪西，我覺得無論幾多困難都好，我覺得每人都真係要保持希望有信心。去面對一切將來的改變，做好自己，開心每一日。我是阿希，我在疫情底下覺得個樣越來越唔重要啦。大家好，我叫林燕明。在疫情之下，我们要在家里上网课。在网课里面，我们也明白了疫情是会对大家造成这么大的影响，所以我认为大家应该要做一个好的公民，戴好个口罩，这样疫情就会很快地完结了。多谢。叫 case 咁，雖然而家香港有 COVID-19 啦，咁但係都苦盡甘來，所有都會好翻，遲啲加油。我係陳子瑜，我認為疫情同我帶嚟咗好多轉變，令到我有更加多嘅時間停低去思考自己。My name is Juliana, and I believe that we as human and humanity will pull through no matter what. I'm Lily. 咁啊，個疫情令到我咧，就覺得啊，好多嘢之前冇，即係可能唔係好珍惜嘅嘢咧。原來是很寶貴的，例如空氣咁樣咯。這個疫情其實所有人的 lifestyle 都變曬嘅喎 ，family 啊，公司啊，各樣嘢都變得好緊要喎。係其實俾多好多機會啦。跟住嗰兩年，如果留喺香港，好似好多希望咁，我唔知點解，但係我好中意喺香港。其實我從來都冇諗過留香港咁耐喎，但係而家咧，我反而好中意留喺香港喎。睇下有咩方法可以真係幫香港做啲嘢咯。我係 Yuri 吳宇蓮，我覺得呢一段時間俾我感受到最深就係我要珍惜空氣。每一次深深咁呼吸，就感覺得係一件好難得嘅事。成個疫情咧，其實我好正面去睇嘅。我覺得咧，人生咧真係無常，即係呢個亦都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嘅體現啦。
反而我會覺得今次咧嘅疫情咧，係令到更加多人去知道，其實我哋係好幸福嘅。呢、這個所以喺我嘅角度嚟講咧，今次嘅疫情係令到我以下落嚟嘅生命係每一日我會覺得更加精彩，亦都會每一日係會更加開心。我叫黃阿水，戴口罩是時代新的美。我是梁心怡，希望在疫情之下大家都不要放棄，樂觀積極面對，好的明天很快就會來到的了，加油。我是張仲仁，這個疫情時候就應該以度假心態來應對啦。Hello， 我是 Vanessa， 我是一個 pianist。 這次疫情令我體會到很多東西都不是理所當然，譬如我們以前可以自由自在出去出國，現在只是可以 stay 在一個地方，所以自由原來不是理所當然的，咁亦都會更加珍惜人與人之間嘅一個距離啦。因為我自己是一個 pianist， 咁我而家會更加珍惜演出嘅機會，可以同觀眾交流嘅機會。